的脚。哥们，这他妈被进阶一三下呀！这个先不直接上去拱掉嘛，回来没状态。看，明显看得出来，恐怖是不会，很明显，因为他很呆滞，就看得出来。还不回家补装备。那这样子我不是死了，这样交二连我不是死了。我请求他去游走，把他让他走吧，我觉得下路不需要的，有他没他一个样啊。我觉得下路有你们一个样啊，就没啥用啊。那在下路干嘛？你看，再去中路游走一波不就
就立马作用就出来了嘛，那下别在下呆着，下都不需要了。也有魔宗的权了，那直接魔宗吧。既然如此，有橙装那就优先出橙装啊。刚好升级了，
还差一波线，这波线吃完刚好。坏了，辅助走了，那不卖了 ，OK， 撤退。那我也不是很能看你野区啊，我感觉我得回啊，我身上什么兜里全是钱，都2000多块钱，真得回一波吧。塔没除掉吗？出八个级的，哎，这不冲他换我，我跳龙王了。
就啊，大道嘛，大道的圣。小菊的速度很快，小菊430码，一个 Q， 小菊开 A， 李娜就死。这个阵容打到现在是优势啊，你敢信？对啊。就打到现在呢，暂时来看是优势。你开局的时候，谁敢相信啊？中单肯定很有钱啊，第二件肯定有的呀，不可能只有这点装备。硕刃，掏个大剑，没有大剑了。他开始刚刚不能去，刚刚是锤石没露头，不能去一个人做事业的，然后后来锤石露头了，那就可以去。他是天赋啊，没事，天赋交了，专注。不要想一双。大龙哥还能不知道他的想法吗？砍穿，他没打小龙是吗？还是说只有进去打小龙？我要回啊，我身上钱太多了。他就应该进一个人去打小龙。哎，不对，进刚是哦，进应该是进。
瑞马人非常恨我，其实布鲁萨斯也是。罗马西亚人不冷不热，我还没去管埃欧尼亚，看你还转住。英雄登场，英雄再登场，收。